请问你有帮档买保险吗？没啦，因为保险是一个保障嘛，所以每一个人应该有交所费，人应该就要买咯。嗯，你期待 agent 提供什么服务？你嘛是讲，让你清楚，让你顾客知讲你会保障的物件了咯。啊，了，特当你日子到的时阵，是你嘛拍一个电话，甲人讲一声，讲啊，日子到了，反正特别还钱啊，反有的人是一年还三，有的人是达到几日咯。嗯。人寿、疾病、意外、医疗，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？疾病咯。治病对，当今的病是真正济咯。了的时阵，你买医药卡来讲咧，有保你一济项的病，保你再讲你需要这类的时阵的时，啊，有影有好咯，有帮助到人咯。嗯，你有订过长照险 （Long Term Care Insurance） 吗？没。因为意外或疾病导致一个人不能自己洗澡、如厕、穿衣、进食、走动、移动，对智力重要。对。对于保险规划，你有什么建议？一个保障，因为当今病济，了，你若是讲买医疗卡来讲咧，你若是讲大老的时阵是，你都免惊到你家己累咯。若是讲有能力来讲，应该是就要买咯。实在太好了，感谢你头家嫂，感谢你。